我非常的狼狈，哇，很重。看看这执着的女人。Later。我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我应该是最早买的，这个应该是最早。几月？应该是二月。这跟淘宝的差不多啦。所以卡片都是选哦，他又给我选卡片，就是不报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因为其他的太，因为其他太什么了，然后我就觉得这比较。如果整个都还是夜
刮汗了，因为我反应太很快。OK， 那你可以帮他。我真的有塞他们这一张哎，很多啊，你放了这几个我都有塞，难怪这个是我最后一个。Oh wow, you dream again！ 你很看那个粉色是一样的，就是觉得自己多哎，看得出来哦，呀、yeah. ，然后这个真的是就是因为格子很多，然后就想啊格子放了很好，但是它就是格子很多，然后我就说哇。做了过后才想要放哇！哎呦，还有这里这样子一群哦，就是你们也要看看，刚刚讲看不到，那你知道吗？那应该是我们一起去看了。你看，这是我生日的时候，我们去看三月九号。哎、欸，酷哎、欸，三月九号。还有一个，为什么我不是很喜欢上网买机票，是因为我喜欢收哦，所以。你现在还有收哦，我以前有收，可是我现在没收、啊、现在很少看了啊，所以就很少收啊。哦，原来可以，那书签很漂亮、欸。哎、欸，你这个很熟哎、欸，你跟谁买的？就是我同事哦，真的，我就是我同事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。你这个，你这个搞笑，同事，你这是我同事。我是在等你。昨天还是照片老掉了。Trouble